大家好，我是欣欣。我现在在吃的呢是这个北京的传统的美食驴打滚，啊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这个驴打滚呢，其实是来自于家家牛点心铺的，啊，因为特别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招牌的驴打滚，所以今天呢特意邀请了老师 Ashley 过来教我如何制作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一个驴打滚绝对不够吃。